主料：鲜牛奶1000毫升，辅料：酸奶菌粉一包，奥利奥饼干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我用的直接是一升装的牛奶的，方便。面包桶里放入纯牛奶，倒入酸奶菌粉，面包机先开启和面程序，搅拌3到5分钟再停止键，开启正常的酸奶程序。整个过程需要8小时。发酵完成后，按个人口味，可以添加细糖或者蜂蜜。洗好的酸奶杯在沸水里消毒，盖子也要消毒的。分装的酸奶瓶入冰箱冷藏过夜，桶里剩下的一点酸奶儿子就这样喝了。哈哈，奥利奥饼干去除夹心，装保鲜袋里，用擀面杖压碎，铺在酸奶上。烹饪技巧：酸奶制作过程中途，请不要打开面包机的盖子，不要摇动机器，否则影响酸奶质量。刚做出来的酸奶口感是不好喝的，需要冰箱冷藏才会更好喝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